国军弟兄赞赞赞，市长赞不赞赞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市长谢国梁在民政处副处长赵明华的陪同下，接待慰问基隆市后备指挥部指挥官林忠次等21个驻地部队官兵，并致赠加菜金，同时也感谢国军弟兄在各项救灾工作的协助。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端午佳节，对于后备指挥部的林指挥官以及所有的国军弟兄、后备弟兄表达感谢，他们在这个放假的时候仍然是坚守他们的岗位，而且这几年这个在各项的救灾方面，包括4月3号的花莲灾情以及这一次的这个北宁路的坍方，其实都看到国军弟兄预备救灾的这个身影，所以让我们非常的感谢。市长谢国梁一一感谢后备指挥部等各国军单位的辛劳，也祝福市民朋友和国军官兵们端午节快乐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基隆报道。